这部分做完哦。啊，如果说我要针对第二个问题里面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啊，比如说我刚刚有多增加一个比例啦，我希望把这些资料哈，做一个绘图的动作，枢纽分析表变成一个图。那像我想要知道哪一个县市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那我可以什么游标一样是放在这个枢纽分析表里面。那你有几种做法哈？第一个当然你可以插入那个这边图啊，看哪一种图哦，或者是说第二种方法，你可以从选项里面也有枢纽分析图，也不过我习惯是从这边的，当然这个地方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从哪边啊，你可以游标放这边，然后上面有个选项，选项会找到枢纽分析图。不，理论上应该每个版本都差不多，应该都一样嘛哈。OK， 那、如果实在没有，比如说你是早期版本啊，位置不一样啊，请你自己再用不同方法，反正它能够做到最后结果一样就可以了哈。好，那比如说我点选枢纽分析图，那它会跳出说，那你要用哪一种图啦？理论上最常用到直条图啦，不过直条图可能能够显示那个数字，但是问题它相对的比例上面没办法很完美的呈现。所以呢，如果我希望呈现的是比例上面哪一个县市占的比重比较高的话，那可能用什么？用原型图可能会比较适合。那原型图里面又分成好几种，里面包含什么呢？包含就是说呢，有那个平面的 2D 的，也有立体的，那也有子母图，好，甚至还可以什么分裂图。分裂图就是你可以什么强调台北市是最高的，你可以把台北市拿出来拉出来哦，所以你可以可以试试看用分裂。那分裂图也有立体的跟平面的，好，其实我是建议啦，那如果你要分裂的话哈，看起来用立体的会效果最好。所以呢，你可以什么把那个分裂这个试试看好了。那你前面几个你也可以试试按确定，好，确定之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其实还蛮快的，马上怎么样就帮你把那个这个图给做出来了。然后里面的话，当然哦，你可以把它移到旁边哦，就会有一个表加一个图。那这边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变化了。你会发现哦，这个里面可以再调整的位置可不可以调整？可以，有没有？只是有点太花俏了一点哦，反正吧，不过你如果要让它更强调这个哪一个区块的话，那你可以点选某个区块，它可以做什么移动的动作，它可以帮你把它里面这个比例可以把它拉大拉小，有没有？可以把它这个地方拉出来一点点。好，如果要再把它稍微做变化，我想这部分可以针对这部分再去做一些些的细部微调。那只不过呢，里面它会多出哪些东西呢？其实呢，主要就是说呢，上面会有一个，就是当然整个是图表区，上面的话呢是图表的名称，所以我刚刚好像有提到过，就是说那个名称啊，还有像图例这些哈，其实可以再针对这些细节部分呢去做变化。啊，我特别强调哦，在那个 Excel 的2010是在版面配置，好。不过我记得好像不同版本的位置不一样哦，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下啊。里面呢，当然也是可以找得到图表，好，所以特别是第一个，如果我今天希望针对什么，针对这里面的哪些地方做设定，第一个图表哦，你可以看到图表。如果你不要图表的话哦，我的版本哦，所以我也是有2010啊。如果你跟我一样的版本的话，应该很容易找到，在版面配置里面呢。它预设的图表标题会是在什么图表的上方，就在这里。但是呢，如果你今天不要它的话，不要图表标题的话，那你可以怎么样，可以针对这个图表标题呢把它改成无就好了。好，那如果你希望呢它把它重叠在那个标题，就是重叠它变这样了，就是那个标题呢会是在图叠上去的效果，不过这效果感觉不是很漂亮，把它放在上方好了。啊，另外里面的字能不能做修改？当然可以啊，游标放上去啊，但销售金额的什么呢？也许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销售图好了，你可以在这边把里面的那个文字也加以做一些修改，把那个名称改一下。那再来就是说呢，里面的字的大小啦、字型啊等等相关设定也可以做变化。你只要游标不要放在里面，放在框框上面。就是让它不要是虚线状态就是让它实线状态，然后呢切到常用里面去修改它的相关字型，所以切到常用这里面的相关的大小啦、
字啦、啊、等等颜色啊，都可以从这边去做调整啊。比如说我今天字感觉把它缩小一点，变16好了。OK， 第二个的话呢，字把它改成，好像没什么可以改，微软正黑体好了。哦，那字的颜色改成红色。哦，然后看底色要不要改一下。哦，如果底色这个不好看的话，你把它填一个浅一点好了。填一个浅一点。啊，这样的话呢，马上哦，图表标题感觉会稍微有一点点质感哦。那再来的话呢，哈，其他还有像哪些还可以在版面配置里面还可以修改？啊，图表标题，好，刚刚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关那个图例部分。哎，什么叫图例哦？哈，这个图例实际上指的就是各位在那个右边哈会多一个这种啊。当然，如果你觉得它碍眼的话哈，你如果不要让它出现的话，版面配置里面哈，你可以把它改成5，它就不见了。OK 哈，这个东西吧，我理论上这个还蛮重要，所以习惯要不就放右边，要不就放上面，上面也出现哈，要不就怎么样，把它改成在左边，这个或者在下面，反正这个地方它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放，那你调整一个比较适当的位置，啊，也许把它放在左边好了，就是在左方显示图例哈，那这个图例本身哈，当然呢。它会有一个这个啊大小啦，字的颜色啦，字的相关设定一样可以从常用里面去做相关的设定，哦，所以如果你觉得图例这个地方感觉那个字型不 OK 的话，一样可以什么选取它，并且在常用里面哈，去做相关设定，好，把这个地方改个样子啦，好，让它，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显示它有 OK 的话，那你其实可以什么把这个地方。在版面配置图例部分呢关起来它就不见了 OK 哈，那其他的话呢还有所谓的哈比较常用我还是把它显示在左边 OK 哈，那再来的话呢哈，把它稍微放大一下，那个图大小，那再来的话呢哈，就是最后还有哪一些呢，资料标签刚刚有提过，如果圆饼图的话哈，假如目前上面没有任何数字，看起来好像还是要看，就是变成你怎么样，上面没有任何数字，变成你要自己再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数字，再去找里面到底它的那个大小比例是多少，那其实不方便哦。所以如果你，我希望呢可以帮我把那个相关的数字也顺便放到这里面来的话，那其实在资料标签里面哦，看一下放哪里呢，它大概几个方法，一般习惯哦，要不干脆你就给它什么最适化，最适当的位置自己帮我调一下，你会发现它会自己帮你调，而且哈，它这个地方如果资料太宽的地方哦，它还帮你拉一条线出来，帮你指到这边哦，然后呢，帮你把里面的金额哈全部都显示出来 ，OK， 所以其实哈这样感觉其实还蛮贴心的，每一个到底里面业绩多少，一目了然哈，所以基本上啊，当然一般习惯哦看图哦。好像会，你如果目光一定应该会先被这个图给吸引，才是这个表，啊，所以基本上的话哈，如果你要把图跟表放一起的话，啊，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了。不过哈，最后当然理论上哦，如果这个图跟表都放在一起，有点感觉太拥挤的话，最后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干脆把这个图啊移到另外一个新的工作表，也许可以把它放在旁边吧，啊，比如叫02。的图啊，那你可以怎么样选它，这个里面有个功能叫设计啊，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把这个表哦，我不要放这里，放旁边好像有点拥挤耶，这个图跟表放一起，那我如果希望呢另外再增加一个工作表把它放过去的话，当然你不要真的新的工作表把它剪下贴过去也可以，只是说它有个比较方便的功能叫移动图表，你如果要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工作表的话，那你可以用在哪里呢，我这边是设计里面移动图表，我记得这个功能好像其他版本好像也差不多哦，也是一样的位置啦哦，然后呢你可以什么针对这个帮我移动到一个新的工作表，那名称的话哦，也许叫 chart， 然后前面加个02好了，也许名称就也是可以给它叫一个02哦，然后我习惯用底线 underline哦，02底线，然后 chart 就可以了。OK， 按确定。
好，这样的话呢，它就自动帮我把它移动到哪里呢？移动到这个一个新的图标里面。那如果你要观看的话，其实相对于挤到那个工作表旁边，其实相对的会比较一目了然一些些。那我旁边就是这张刚刚的枢纽分析表，移过来哈，所以两边可以切，切过来，切过去。啊，甚至你可以哈，假设你上面这个标签，如果你要隐藏的话，上面有个箭头，你可以把最小化功能，这个叫功能区哈，可以把它再隐藏起来，这个图就会相对看起来比较大。但你要把它恢复的话，上面箭头再点一下，它就恢复了哈。功能区有时候可以把它隐藏，比如说希望把这个图哈，让它看起来画面是最大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去做调整啊。那其他还有就是说哈，图例本身呢，它这上面哈还会有一个筛选功能，所以你这个图啊，假如说以后呢，你只希望显示台北市、台北县、桃园好了，北部三个县市的话，其他的县市资料不显示的话，那你可以打勾，有没有？旁边图例这边哦，不过我发现刚刚好像图太小没有显示了所以还是要移动它才有办法显示，因为图太它可能压缩了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你这个图马上可以变成你要显示的样子。比如说你可能哪些业务人员啊，你可以统计业务人哪几个，你只想知道哪几个业务人员，那你就那几个业务人员把它显示出来，显示出来的话就是它的业绩总和了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这个一目了然。图的部分的话，当然这个其他这个图都可以这样嘛不过因为快中午了，看到这个形状很像是一个饼好像蛮感觉就有那个饿的感觉了其他当然你要恢复的话可以再把它怎么样全选按确定，它又恢复回来了。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这个图表那个圆饼图啦，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它显示的方式可以是在表的旁边，或者你干脆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就看你自己实际上工作需求而决定或者甚至你可以把它复制贴到 PowerPoint， 以后的话可以秀这个结果，先秀个表，先秀图吧，图让他知道之后再把那个细部的结果再稍微说明一下这样你老板应该就很清楚了。那做未来的那个趋势分析也比较清楚说哪一些县市它可能还有开发的空间或者诸如此类的。好，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就是我刚刚讲的主要是利用那个零二的这一个枢纽分析表，那我是利用里面的那个枢纽分析图功能那我这边是除了用前面讲的十条图之外你如果要显示的比较多是比例的部分，你可以用圆形图。那圆形图里面呢，如果你要有那个分裂出来的效果的话，那你可以用分裂的这个圆形图那其他还有像什么子母图那个子母图就是两个派可以从其中一个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资料，可能它有二维的这种交叉分析的效果的话，那你可以用子母图去做分析。 OK 请各位试一下，就是稍微了解一下怎么去产生所谓的那个枢纽分析图其他版面设配置啦，把那个就是标题做一下漂亮一点图例部分也把它弄漂亮一点，再加上这个所谓的资料标签试一下